大家好，现在就是5月11号星期四下午4:03到，现在就站在这个尖沙咀的口福街后面，这一间铺就刚刚就出来了，即前两天都不是刚刚的事，报出来就成交了，就是4800万。口福街如果你熟悉的话，那就转过去给你看看，那边走出去的就是这个的尖沙咀的加拿分道，再穿过这条巷仔过去就是这个金马伦道，再去回左手边的时候就是这个的加连威老道，这一道的时候就是云桂乡，这一道就讲到都 OK 喎，3.7几厘回报喎，不过地库就係咁样囉，你做回报要高啲，但係07年买入嚟嘅时候赚又唔係真係赚咁多，买入嚟都2700万，而家4800万，07年到而家喎，尖沙咀道成个赚得多啲嘅。anyway， 呢一个位嘅时候呢，咁睇落去地库呢，叮一带你落去睇下嘅时候呢，咁非常之大嘅，只要你真係要我畀一个分数嘅时候呢，佢咪真係唔贵喎，咁始终口福街嘅时候飲食段啦，好多人都会嚟呢度，要我畀一个分数嘅时候，或者畀5.5分同你解释下点解。好，望住而家呢个位啊，就系呢个云桂乡呢个位置，就啱啱前两日就卖咗吓，咁就市传我谂都几坚下噶啦，咁就系呢个嘅尖沙咀口福街九号，呢个而家系入口位啦，等我落去俾你望真啲啊，九号呢个豪华阁即系11号嘅号嘅地下啦，咁啊个。地铺就4间咧，咁入下面有个地库就好大嘅，咁成个地库嘅时候大概70尺乘40尺啦，70尺乘40尺，你乘一乘都好大个，咁叫咩业主叫价话1亿啦吓，咁啊之后仲要成交咗4800万，都算平喎，我觉得平喎，咁啊交易条款啦，咁就跟埋呢个租约3.75厘回报15万租金，买入嚟就07年嘅时候咧就2700万，所以点解啊买地库咧真系冇乜钱赚，通常都系，咁啊好。before 我走落去嘅时候咧，望下图迹先啦。咁啊，呢个图迹就系呢一度啦。咁啊，落到楼梯落去下面啦，左边就系厨房，右边就系坐低食嘢咁样样啦。咁啊，始终地库啊争啲啦。咁啊，位置图俾你望埋个位置图先。咁啊 ，before 我走落去，咁侧边转个圈俾你再望望。即系外面呢一度先啊，咁俾你望下栋大厦外面嘅环境啊，呢个口福街啦。咁啊，口福街尖沙咀呢度好好啦，讲真几好嘅呢条街，我觉得投资唔错啊。咁啊，个呢一个位置，可惜，地库啦，一讲地库就硬系赚啲。我成日都觉得地库嘅时候咧，俾一个地铺1/5价钱啦，你当地库就呢数回报一定要高啲咯。咁啱啦，如果真系1/5价钱，我你谂下，如果呢个地铺就等于红色呢度呢埲墙，红色呢铺，咁啊一路去 all the way 去到呢一度一辣咁70尺面，40尺深，咁仲唔系2亿差唔多啦，唔止添啊。咁啊，嗰阵时之前好似系波叔啊，佢哋喺嗰边买咗有间个名苑嘅茶餐厅嘅时候，买咗5-6千万到应该。咁啊，咁你大嗰间细好多。俾你间，咁啊 ，anyway， 好，而家走落咧，俾你望下呢个嘅云桂香个款系咩款先，咁啊走落呢度望下先，希望应该唔会俾人闹嘅，咁大落去睇佢一下，呢个餐厅个楼梯落到嚟望下眼，呢度入边啦，咁啊就系先睇下入边啦，呢度就系坐人嘅地方。坐人的地方，咁之后呢度咧就系呢个洗手间，洗手间之后左手边嘅时候就系个厨房，大概啦，咁撞一眼啦，得个支持嘅厨房系咁啦，我走唔到入去啦。OK， 好，咁啊上翻嚟呢度嘅时候咧，咁啊已经系嗰个嘅出口啦，出翻嚟外面啦，俾你望眼啦，呢度就坐人嘅空间啦，大概咁嘅样啦，唔再影太耐，俾人闹啦。咁啊之后就你睇到个图色嘅已经系，咁啊上翻嚟上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个出口啦。好啦，而家出口出翻嚟啦，咁啊再转翻过嚟望下个铺头，呢个咧就系嗰个嘅口福街啦。我谂大家都知道啦，咁转右出到嗰个就系咩金马伦道啊，左手边嘅时候就系夹住呢个嘅加连威老道啊。咁啊，呢一个入口位就系呢个嘅云桂乡。O K， 4800万呢度虽然系地库，但系始终衰衰地嘅口福街啊，一定有需求，一定有人租咯，就 O K， 唔贵。你我即系始终地库我唔系好中意啦，不过要我俾个分数 ，OK 啊 ，OK， 5.5分啦，5.5分啦 ，OK， 5.5啦。